事件找一下，这边。最近的近况就是配音《安雅与魔女》，然后就是单演安雅这样子。然后最近十月中的时候也有会出新作品，这样。对。音乐作品。对，音乐中的作品单曲。镜头恐惧症这样子，那现在的状况？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就是透过在学校也有做一些练习，然后。就是现在看就不会以前那么的害怕。那妹姐现在最近？她最近吗？我不是很知道哎、欸。对，但我有跟她说，她只知道我今天会来活动，然后她就是跟我说防疫做好，然后好好的跟小朋友一起玩这样子。没有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她最近在做什么。对啊，听说是老板娘跟川哥都有夸奖你这次的录音表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很开心耶。没有，因为我本来其实对配音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有自信，可是没想到导演然后还有川哥梅姐都觉得我配得蛮好的，所以这次也让我有就是有信心一点。对对啊，其实今天小朋友们不止小朋友，然后很多大人其实装扮都蛮厉害的。对，其实大家哎已经来不及了，对吧、啊、我想说可以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些小僵尸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扮吉卜力的角色这样子。对，